乌龟咬了我小草耳，你管我啊？哎，也可不管。爷孙俩在别人坟头撒完尿后，直接睡在了坟前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他们在路过的河边休息。男孩看到有个小伙在钓鱼，他上前看了看桶里，说：“你钓鱼嘞？”这河里可那么多魔芋啊！男孩转头让爷爷给年轻小伙露一手，接着爷爷用一个瓶子和一张塑料膜做了个捕鱼器，把面包蟹放进去充当鱼饵。一旁的年轻小伙不屑地说：“这肯定钓不到鱼。”爷爷却说：“只要河里有鱼，多等一会儿肯定能钓到。”吃饭的时候，爷爷让小伙过来一起吃。通过聊天，他们得知小伙